现在手里，我们俩的手里是第一名。好，第一名会是谁呢？这样，我们先让第一名的宝座从天而降，好吗？来。座已经缓缓降下了，到底谁能够登上我们金字塔的顶端呢？今天晚上我和梦辰已经介绍了那么多了，我想这个第一名应该换三位来介绍。我们要欢迎胡彦斌、陶喆和鸟叔来为我们揭晓第一名。有请，有请三位。现在公布第一位，得票数23,752.7票，他来自SNH48 Team N2， 他的名字是徐静怡。恭喜徐静怡。徐静怡，过去一年里他在飞速的成长，梦想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他希望不断去攀登新的高峰，去看到更美丽的风景。我们请三位嘉宾一起为他颁奖。谢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谢谢，谢谢，谢谢来宾，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N2 的朱静怡。之前我就一直在想，如果当我真的拿到第一名这个奖杯，会不会一直像以前一样笑着拿着这个奖杯？但是我现在非常的想哭。冷静。两年了，两年的等待和努力，我们做到了。JingYi! JingYi! JingYi! JingYi!
给我投的票，谢谢我的粉丝一直对我的陪伴，从第四名到第二名，我相信是我跟我的粉丝之间不可言说的信任和支持，我爱你们。谢谢。然后过去的一年我有了很多新的突破，有参与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然后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我也很喜欢现在的状态，但也是因为这样，我有了就是很少在表演的舞台跟我的粉丝见面，但是他们还是一直陪着我，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会继续带着这份感动走向更好的地方，谢谢你们。这几年 SNH48 其实一直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努力，让 SNH48 变得更好更强大，因为好好努力总是没有错的，好好耕耘才会迎来收获的季节。然后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然后既然有海外的观众的话，那就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I will continue to reform. 好，JingYi，麻烦你带上这个话筒。对，昨天说让我带上话筒。对，登上你的荣耀宝座。好，好，注意安全哦。然后让我们到高处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现在在高处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所有支持你和支持 SNH48 的朋友分享吗？最想说的还是谢谢，非常非常非常谢谢我的粉丝，也希望你们能够陪伴我一起走向新的高度，谢谢。第一名是一种压力，当然也是动力。 SNH48 Group 正在不断的长大，我们祝愿今天在舞台上的所有的女孩在未来的一年里能够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前进，一起用梦想坚持汗水谱写一曲属于他们也属于各位的年轻的乐章。